刚刚这个发力不对的、啊、你干嘛放尊重点，别催了别催了，踢馆这不就来了吗？不过今天这位号称出场总格的高手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，听说跟他打一场球可难了。走，你好，你老板在吗？啊，好的。老板您好。您好，向您打听个人，球场董卓您知道是谁吗？他们穿黑衣服的位置、不过现在我们不叫董卓了，叫他笑面虎。啥呀？丢了呗。那您能帮我一场比赛跟他打吗？他不随便跟人打，他只跟有比赛有排名的选手打，不然他就是浪费时间。那就他了，那我们自己来吧，走。这个这正好哪里见过？见过就对了，来。守株待兔，走。Later。美女，一个人打球啊？要不我教教你啊？刚刚这个发力不对的。你干嘛？放尊重点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没有这意思啊，就想教教你嘛。教就算了，要不然打一局吧。打就算了，我一般只跟职业的打，非职业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两个打一局，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你就带我见见职业选手。可以啊，喜欢哪个都带你见见，但是万一你输了，这怎么弄？到时候打球。我也不勉强你，你感觉咋呢？就居然没被吓跑。来来，打之前呢，规矩跟你说一下，一般平打，男生要让女生后一，但是我让你后二，行不行？我先开球。好家伙，绕这么一圈，你不累吗？来吧 ，Round One， 要让你后二，我就先开了啊。每杆都是功力啊，教您绰绰有余啊。知道为啥你后二不？后不后二没区别，你根本摸不到球啊。Round two， 这个冲杆还可以啊，会开吧，小姑娘？开还蛮好的嘛。哎，小姑娘，是不是蛮喜欢打架打得好的大叔的？等你，还得是，前来我都不教的啊。不需要让，哇，蛮巨的嘛，这个姑娘，要稍微蹬一蹬的这个球，现在就看你这个功夫了。不是乖乖，这姑娘打的可以的，这个是。Round three， 我让你后啊，我来看。还不做还怎么做人？球被两颗障碍球挡住，小姑娘先不要打十三，打打十二。黑爸只能拼一把准度了，跟你说不要打十三，现在八个球多难打，是吧？这小姑娘。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刚刚那个十二号的问题啊，要跟我多学学啊。有必要吗？首先，台球是绅士运动，球技球品同样重要。但不管对方是男生女生，起码要先学会尊重对方。姐，他们都有外号，我们是不是得起一个？静安麦小婷。啊。